神君，需要入浴鲜花吗？不用，不用。参见神君。你在这做什么？吃饭呀。这是本公主最爱的人间美食，臭干子配螺蛳粉，你尝尝。本君是问你为何在此用膳。那自然是来陪伴神君的。本君不需要你陪，速速回去。幸亏也不想来啊，可这红光宝镜非逼着我来。你越不肯给我解，我就越想解，我越疼越想，越想越疼。只有靠近了神君啊，这红光宝镜才安分一点。那幸亏自然是离不开神君了。反正我也不白来，正好学一学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天妃。你也得学着习惯一点了，我们日后都是要相处在一起的，是不是？你看我放哪儿合适呀？神君需要蘸墨吗？轻葵来。神君要看公文吗？轻葵来。哎，神君是要饮茶吗？轻葵来。神君还要做什么？神君，需要入浴鲜花吗？不用，不用。那神君，玉璧要擦身吗？擦身？你我尚未成婚，你不知道羞耻吗？神君想哪儿去了？青葵问的是，神君要不要浴巾？